墓葬和墓葬没有发现这个我们考古上讲那个叠压打破关系，所以这样的看来，这么这一处墓地啊，应该是古代事先规划，非常科学、非常有条理的设置的这么一处墓地。随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韩城考古队正式进驻梁岱村进行考古发掘。他们先后进行了四次整体勘探，最终确定，在这座远离闹市的村庄附近，共有1300余座墓葬和64座车马坑。不过，史料中并未记载梁岱村一带有古墓葬。那么，这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墓葬群呢？这些墓葬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古老故事？所以这个墓葬既然是个甲字形大墓，墓室又这么大，墓道又这么长，按照考古界这个多年的这个研究成果来看，这种甲字形大墓啊，它的这个墓主人身份一般都是国君。随着发掘的深入，厚重的黄土之下，诸多谜团开始显露。M19号大墓成为第一个发掘对象。三鼎随葬，考古队员推测，墓主人身份不低。随后，考古队员竟然在 M19号墓葬中发现了带有瑞字铭文的青铜器。这个内外的内，就等于现在草字头这个瑞。这个出现以后，咱不能叫恍然大悟，说开始我们也没有预测到这可能是瑞，没想到这是瑞。根据史料记载的内容，韩城市本应属于两周时期的古梁国或古韩国，可是墓葬中为什么会出现带瑞字铭文的青铜器？这个庞大的古墓群究竟属于哪一个诸侯国？考古队员试图用手铲叩问历史的真相。梁岱村瑞国遗址博物馆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区东北7000米外的西庄镇梁岱村。现代化的建筑内收藏的是2000多年前的记忆。钟鸣鼎食，金玉璀璨，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刷新着人们对那个年代的想象。但是，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这一鼎一簋、一钟一磬来自哪里，归属何人，也不知道2000多年前博物馆下这片土地所属何方。孙炳军是揭开这一秘密的参与者之一。作为韩城考古队的队长，孙炳军已经在这座城市工作了20余年。参与发掘了上百座墓葬，他通过田野考古工作探索着这座古城的历史，一次次的发掘也成为他难忘的记忆。对他而言，关于这处古代墓葬群的故事，从19年前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开始。打来电话的是韩城市的一位文保人员，电话的内容让孙炳军感到不安。就在几天前，韩城市西庄镇派出所接到村民报案，梁岱村突然出现了一些外村人，他们行迹诡秘，昼伏夜出。2004年的8月份，这个有一天的下午，梁岱村的村干部，就是村上的会计叫梁普惠，
先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村这个最近发现晚上有一些陌生的人在这个包谷地里边活动，到后半夜凌晨的时候经常响到一些爆炸的声音，还看到一些这个倒洞，他们村民怀疑是可能是倒木材。在经过现场探查后，文保人员判断这些黑洞很可能是盗墓贼为了确定墓葬情况而打的盗洞。情况紧急，2004年8月，韩城市文保人员立即向陕西省文物局详细报告了梁代村发生的情况，并推断梁代村北部可能有古墓葬，而且很可能已遭盗掘。接到电话后的孙炳军不敢大意，立刻和同事驱车前往梁代村。一路上他们心急如焚，因为根据当地文保人员的介绍，孙炳军判断梁代村猖獗的盗墓活动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一个重大发现。那么一个小小的梁代村为何招来这么多的盗墓贼？这些人到底在梁代村发现了什么？难道古时的梁代村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是在这个2005年的3月份，这个我们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接到这个韩城市文物旅游局的这个报告，加上这个省文物局的这个督促，当时啊就派我们到这里来了解这个梁代村这个文物保护的一些具体情况。所以我们一共是来了3次，3次以后通过这个走访调查和这个当地文物部门的这个沟通，所以还有和公安部门包括村民都做了这个大量的这个联系啊沟通这个工作，所以啊，当时就初步确认了，这应该是一处，古代的，是一处古代的文化遗存。通过这个地面上捡拾的这些陶片，咱们大体上能够断定，这个墓地啊，应该是从西周到东周时期的。据村史记载，梁代村的历史有600-700年，但梁代村所属的韩城市却是一座千年古邑。韩城市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韩原之战的古战场，当年为了阻止秦国东扩，魏国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修建防御工事。如今当年防御工事的一段依然矗立在韩城市的老城区南部，被人们称为古长城。同时，韩城市还是西汉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的故里，在他的鸿篇巨制《史记》中也记录了许多有关韩城市的历史和事件。根据就是咱们这个遗迹没发现之前，就是没有确定之前，我们韩城的记载呢，它是在这个西周早期，它和唐国，也就是后来的晋国，是一块分封的，有一个叫韩侯国，实际上就是韩国。历史为了区分和后来的韩昭魏的那个韩国的区分呢，就设置了一个韩侯国。那么这是韩城在封诸侯国最早的一个记载。那么第二个历史记载呢，就是在这个周宣王时期，因为这个嬴姓的氏族呢，这个养马有功嘛，然后就封了一个秦，还封了一个梁，妃子少子被封于梁。虽说韩城的历史很悠久，地上遗存的文物古迹众多，但历史上从未在此发现过诸侯王墓。如果梁代村地下真的有大墓，那它会是何人在何时修建的？
它会是古韩国或古梁国的国君墓葬吗？2005年4月，陕西省文物局指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和韩城市文物旅游局组成一支联合考古队，进驻梁代村，进行第一阶段的大面积勘探，由孙炳军担任考古队队长。此时的孙炳军并不知道，他即将揭开一个埋藏了上千年的秘密。有些墓葬规模比较大的，墓葬也比较深的，比如说有7-8米深左右的墓葬，它一般啊在这边上啊都配置的有一个车马坑，因为当时打下去以后，有些那个马那个骨骼啊，那个马骨那个骨渣就带上来了。按捺下心中的激动，孙炳军带领着考古队员继续勘探工作。他们在一座墓葬接近底部的位置发现了朱砂及少量的陶片。通常高等级墓葬中才会使用朱砂，在墓地发现的朱砂令孙炳军感到眼前这座墓葬很可能保存完好，并且它极有可能是一座高等级墓葬。这座墓葬后来被命名为 M19号墓葬。让孙炳军意想不到的是，随后他们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勘探出大量墓葬。经初步统计，在黄河西岸这片土地下竟然埋藏着117座古墓葬，其中还有4座大墓。这一发现令所有的考古队员感到震惊，他们不曾想到一个小小的梁代村地下会埋藏着如此之多的古墓葬。当考古队员在图纸上标明每一座墓葬的位置后，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面积巨大的古墓群，其中有4座形状不同的大墓，编号分别为19、26、27和28号，它们并行排列，显得形制巨大。其中 M19、M26和M28号墓葬是拥有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而 M27号墓葬则是一座拥有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这是只有诸侯国君才可以享受的丧葬礼仪。那么这几座大墓的主人会是谁？又是属于当年哪个显赫的诸侯国呢？因为根据这个中国历史地图集，根据韩城县志一个相关的资料来看，韩城当时祭礼主要是指的是韩和梁，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的是梁，韩城县志记载说他在西周时期还有一个西周时期有个韩国，也可能跟今天的韩城这个韩，可能有一个传承关系。这个韩过去是考古调查中没有什么线索啊，有说《诗经》里面有，有说是在韩城这个现在这个老城这个附近，各种各样说法都有，但是从考古的证据不充分，考古证据，一些蛛丝马迹都比较难找。所以这探出来以后，我们也在琢磨这到底算是哪个国家。根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的梁国就在今天的韩城，但梁国的贵族墓地却从未被找到。那么这里会不会是梁国的国家墓地呢？如果考古队员的推测正确，梁代村属于古时梁国墓地，那么墓葬朝向应该是东西向，因为在史料记载中梁国为嬴姓，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秦人墓葬大多都是东西朝向。例如，位于甘肃省澧县大堡子山的两座秦宫大墓，不仅有近百米的墓道，而且都是东西朝向。但是，经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后，孙炳军发现，梁代村四座带有墓道的大墓均为南北朝向，而非东西朝向。墓道在南，这是典型的姬姓周人墓葬，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十分疑惑。如果这些墓葬不是梁国的贵族墓葬，那他们会不会是西周时期韩国的墓葬？所以当时我们就判断不清了，我们说不清是哪个国家，根本说不清哪，就觉得最有可能是韩的话，感觉到茶马坑发现那个年代有点晚了。说是梁吧，这个墓葬又是南北向，又和那个嬴姓那个东西向又不同，所以具体是哪个墓，最后大家讨论来讨论去啊，其实啊没结论，只不过大家就说是看看这挖下去以后，因为咱们现在根据调查勘探这些情况来看，墓葬是保存应该是保存比较好，期待着就是一个是有众多这个遗物的出现啊，当然更期待是有铭文铜器的这个出现。考虑到盗墓贼还时时威胁着古墓的安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队决定对 M19号、M26号、M27号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由最先发现的 M19号大墓开始，但是初期的发掘却并不顺利。八月、九月的韩城地区天气十分炎热，在如此高温的条件下工作，考古队员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时常到访的雨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文物安全与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除了需要面对多变的天气外，大墓内复杂的埋葬情况才是真正考验考古队员的难题。这个十九号墓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发现，就是在这个大量的这个墓底这个遗物出土以前啊，发现这个墓室里面啊，就是这个小件这个文物比较多。那么它这个周边这一圈啊，它都有组织的串了很多这个玛瑙呀、铜鱼呀，还有那些海贝呀、石贝呀，由于这串饰数量非常大，而且保存相对又比较好，所以就清理这个东西清理了几个月。2005年9月底 ，M19号大墓已发掘至椁室。墓葬一椁两棺，但是棺椁已完全腐烂。就在清理腐烂的棺椁时，考古队员们突然发现，在外棺上平铺着四件看上去像盔甲一样的青铜片。整件青铜片依稀可见略呈梯形，上部为三叉形，三叉中间为龟形铜片，形成左右对称的山字形。在查阅诸多史料后，考古队员判断它们可能是文献记载中的煞。实际上在咱们这个考古之前，铜煞就出了，比如说晋国墓的考古呢就出了铜煞，但是因为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其他原因，所以他们的考古啊就是不完整呢，造成了他们拿到这些碎片以后无法复原。梁代村因为呢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其他的干扰，所以考古是按照地层一层一层考古下去的，所以呢我们就完整的就把每一个地层上的文物呢进行了这个文物复原，所以就把这个铜煞的情况呢就复原出来了。煞
是两周时期的官事，诸多文献曾记载过与之相关的内容。周礼下官玉璞中记载，大丧持煞。古代礼制对贵族死后丧葬时用煞的数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礼记礼器中记载，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煞；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煞；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煞。从以往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在两周时期遵循周礼的高级贵族墓中，单个墓葬所出铜煞的数量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梁代村 M19 号墓葬出土了四件铜煞，墓主人的身份很可能是仅低于诸侯的大夫级别。铜煞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接下来的发掘充满期待。果不其然，在发掘椁室西侧的时候，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大部分是青铜礼器，有鼎、簋、笠、方壶等18件之多。这说明大墓没有被盗，这一重大发现一下打破了考古发掘现场的沉闷，所有人都兴奋起来。清理过后 M19 号墓葬共有3鼎两簋随葬，但是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在这些青铜重器上找到任何铭文。就是人抱着很大的希望，一定要找到铭文，找问题啊，最后挖半天，这么大铜器上顶呀，那簋上面就是最容易出铭文的一些器物上啊，这些器物都是经常出铭文的，鼎呀、簋呀、眼呀，这都是经常出铭文的。这些器物都有，都没有，所以人的这个，所以就是希望越高，容易也是失望越高。所以说，这可能是这个墓葬出铭文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发掘至今。M19 号墓葬的发现屡次刷新考古队员的预期。此前，考古队员曾推测，这里可能是梁国的墓葬群。由于南北朝向墓道的出现，这个推测被推翻。虽然 M19 号墓葬拥有诸侯国君级别才有的墓道，但考古队员却只从这座墓中清理出对应着大夫级别的四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现在墓中又清理出只有士级别的3鼎两簋， M19 号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发现青铜器对于考证墓葬的年代和国别至关重要，但是缺少了至关重要的铭文，考古队员一时也不敢妄下结论。就在他们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当时石雕红墓在挖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还没有管啊，就我们做的是民房嘛。实际上已经下班了，下班了呢，有几个队员在做最后的收检工作，大部分人已经回去了，吃晚饭了。突然间有一个队员就跑进来了，说：“给孙队长说，啊，队长，队长，有字儿。”所有的人把饭碗扔下就往工地跑。到了工地以后呢，就发现铜立口沿上。他们是在清除土的时候摸到了有凹凸感，然后就赶紧进行这个清除。考古队员期待已久的铭文终于出现，但是
青铜历上出现的铭文内容却再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铭文上既没有出现最初考古队员所推断的春秋时期的梁国，更不是西周时期的韩国。青铜历上居然出现了带瑞字的铭文，内容是瑞太子作助力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和瑞公作助力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哎，清南侧的时候突然发现，哎，说这里面还有铜器，哎，而且这件铜器还制作还比较精美，比那些鼎啊簋啊制作的还精美，就是带铭文这四件里制作的还比较精美。在现场就发现它上面看见有字，它虽然上面有薄薄的一层结合，识别不了太清楚，但是因为它那么它就是 一句话，所以这一句话一般也都是习语，就日常说的子子孙孙永保用享，就这类似这样的话。哎，其实在现场当时都看见了那个当时的那件这个瑞字，就是个内外的内。为什么在古时梁国的封地上会出现带瑞字铭文的青铜器？难道大墓的主人来自瑞国？那么这个瑞国又属于哪个时期？它和梁代村有着怎样的联系？为了寻找答案，考古队员暂时告别了田野的泥土，开始大量查阅历史资料。最终，他们在《史记》中找到了这个只记载了寥寥几笔的瑞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西伯英行善，诸侯皆来绝平，于是于瑞之人有欲不能绝，乃如周。这是文献中有关瑞国最早的记载。根据咱们现在从史书的检索里面来看的话，这个瑞字呢最早就是因为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和猪有关系。就是在商末的时候呢，那还是帝辛的时候，豫国和瑞国啊，因为有隙，就是这个发生矛盾啊，那现在这个解读有点不一样啊，因为有隙发生了矛盾，去找周文王评理的这个史叫史书叫豫瑞争讼，这是第一个记载，出现了瑞。西周立国后，作为当时的一个小国，瑞国只在历史文献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南方的朝伯觐见周武王，同为伯爵的瑞伯奉命作文歌颂。第二次是瑞国大夫梁夫向周厉王觐见，却无功而返。此后瑞国再建于十载，已是东周。瑞国和梁国在历史上同属两周时期，为什么两个国家会同时存在于梁代村？而且据《史记·秦本纪》注，南瑞乡故城在同州朝邑县南30里，又有北瑞城，皆古瑞伯国。经考证，古时的同州朝邑县就在今天的陕西省大荔县附近，也就是说，文献记载中的古瑞国距离现在的梁代村有近100千米的距离。那么带瑞字铭文的青铜器为什么会出现在梁代村？难道这座墓葬并不是瑞国的墓葬？这个瑞出来以后，这个墓葬形制，就墓葬这个方向性的这么一种分布啊，南北向的墓葬分布，和这个瑞字铭文，这个一出现以后，和整个墓地咱们钻了100多座墓，它都是南北向，它这个是个完全吻合。
只是个瑞字出现，这瑞本身是瑞国出现，超出咱的意料。过去没有想到咋能出个瑞国呢？哎，也都没有想过，因为当时诸侯国这么多，咱不可能一一都全部想一遍，是吧？就没有想到，都是根据以往那些资料确定的，是个梁。那么瑞出现以后，越想还越合理，就越想越合理，几个方面它都吻合，它现在没有矛盾的地方，没有矛盾的地方。那只不过是这个瑞确定了以后是瑞了，那么瑞为啥在这个地方？那瑞早期在啥地方？瑞整个是不是在这儿，还是局部是在这儿？种种疑问，也只有在墓葬中继续寻找答案。清理完椁室外的陪葬器物，考古队员开始对棺椁展开了清理。就在他们一厘米一厘米地拨开椁室四壁的千年封土时，谁也没有想到，在他们眼前竟然出现了一排排精美的串饰。这一排排精美的串饰是由陶珠、玛瑙珠、石贝、海贝和青铜鱼组成。最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珠串依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形态，悬挂在四壁上。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就说这个棺罩保存好的话，它在局部或者比较大的面积，它还能保持当时下葬时候棺罩的这个原样。所以咱们现在要恢复当时下葬的状态，就是发现这种迹象的话，在考古上就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种迹象。这对于恢复它当日棺罩上这些珠串这个组织，它怎么配合的？哎，比如它两条鱼它配几串，再两条鱼配几串，你过去说不清楚。像咱们这个又发现这个保持原状这种痕迹啊比较多，所以就把这棺罩啊就基本恢复了。大墓的发掘工作终于来到了揭开棺椁的重要时刻，所有人都期待着他的到来。有关墓主人的身份、性别等种种疑问，能不能在即将揭开的棺椁中找到答案？当考古队员一层层踢开已完全腐烂的棺板，首先浮现出来的是一件件精美的玉器。这些玉器和玉组配依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形态。遗憾的是，墓主人的尸体已完全腐烂，已经到了连尸体的位置都分辨不清的程度。尸骨已完全融入泥土之中，好像所有的玉器就一直摆放在平平的泥土之上。更令人失望的是，除了这些精美的玉器，考古队员再也找不出一件能证明墓主人身份和性别的器物了。仔细观察眼前摆放整齐的玉器，孙炳军有了新的发现。在这些陪葬的玉器中，只有两件礼玉，其他大部分是佩玉，也就是装饰玉。另外，整座墓葬中并没有兵器出现。孙炳军判断，这个发现应该和墓主人的性别有关。单从墓主人那个骨骼那个朽痕啊，腐朽的痕迹上，你很难判断了，可以说也是无法判断了。无法判断以后，那么骨骼没办法了，最直观的东西没办法，那么就要间接来说。间接说的话，现在考古界一般用的方法，就是根据这些出土。一般认为就是这里面的兵器的出现与否，有没有，断定性别比较准。就说这个十九号墓现在看，就是因为没有兵器，所以断定应该是一个女性。考古队员从 M19号墓中出土的器物上判断，墓主人很可能是位女性，且身份高贵，但仅有这些证据不足以断定梁代村墓葬群就是瑞国贵族墓地。因为存在着一种可能 ，M19号墓埋葬的主人是一位瑞国的公主，最后嫁到了梁国，
带瑞字铭文的青铜笠是瑞国用来陪嫁的器物。如果只有石角号墓的话，不能定位是瑞国。第一，她是女性，她有出嫁的可能性，就是她的父亲是当过太子的，瑞国太子的，她是当过这个，她的父亲当过瑞公的，她的父亲把自己的这个礼器作为女儿的陪嫁，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从礼制上和从这个陪葬品单个墓葬的这种铭文，而且是女性，我们只能做参考。一切大胆的推测都需要考古证据的支撑。虽然在 M19 号大墓中出土了带瑞字铭文的青铜器，但这毕竟是古。时间回到2005年5月，就在考古队员发掘 M19 号墓的同时， M27 号大墓的发掘工作也已经开始。27号墓是一个是比较大，它规模巨大，它比这两个墓加起来还大，就单单这个光是墓葬填土这个发掘就需要很长时间，是吧？因为它规模比较大嘛，咱们整个发掘工作都是由人工来进行的，所以不可能借助一些机械设备，哎，所以这个工程量本身也比较大。M27 号墓葬是梁代村所发现的两周墓葬中唯一一座带有南北两条墓道的大型墓葬，整个墓葬长约60米，宽约7米，这是整个墓葬群中最大的一座墓葬。由于 M19 号墓中留下了种种疑问，孙炳军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从 M27 号大墓中找到答案。但是就在 M27 号大墓刚刚发掘至椁室顶板的时候，一件出乎所有人预料的事情发生了。喂，你好啊。梁代村附近又发现一批铤而走险的盗墓团伙。赶紧看护好，我们派人过去。盗洞的位置就在冲沟的西壁上，当时是发现有人在此盗墓。他这个洞当时挖是相当于一个地道，他是沿沟的这个东边向西打，他的目标是对着梁子村墓地，更主要的方向是主要冲着这个27号大墓。所以当时我们在地表上挖，用考古工作挖的这个速度相对就比较慢，所以他们就采取这个办法。突然出现的盗洞，让每一个现场考古队员的心情都显得格外沉重。但是，大墓到底是否被盗，谁也不敢轻易下定论。抢救性发掘本来就是在与时间赛跑，盗洞的再度出现让考古队不敢再有丝毫怠慢。他们决定马上组织人力，准备对 M26、M27 两座大墓同时展开发掘。 M26 号大墓正处在 M19 和 M27 号墓之间，东距 M19 号墓约8米，西距 M27 号墓仅3米。墓葬的形制与 M19 号墓基本相同，都属于甲字形大墓。两个墓葬，第一是规模大小有区别，26号墓比19号墓要大，也略深也大，和27号墓就是空间关系也近，所以从这两点来判断啊，这个26号东西应该肯定比19号要多，但是多那个程度超出了。你19号墓零零星星的，你在就是大小都算上，大概就70来件东西。人家那个26号墓都是好几百，那个数量差了好几倍。在随后对M26号墓葬的发掘中，考古队员共发现
包括五鼎四簋在内的23件青铜礼器。如果按列鼎的数量来看，正如孙炳军所推测的那样，M26号墓主人比M19号墓主人的身份要高一个等级。发掘继续进行。M26号墓棺椁的腐烂程度严重，内棺中没有发现一块完整的尸骨。就在考古队员一点点拨开墓中厚厚的朱砂和腐朽物时，出现在他们眼前的竟然是一件件精美的玉器和大量的串饰。 M26号大墓中埋葬的到底是什么人才能享有如此奢华的陪葬品？26号这种玉器啊，真是国内罕见。啥叫国内罕见？就是人身体覆盖的全部都是玉，光手腕上戴了两个手各三组，胸前又戴了两组组玉佩，另外有的都戴不下，放在旁边还放了一个。所以这个玉器的出现是最为震撼，加上这个墓葬当时墓主人就棺内要施洒大量朱砂，所以大量朱砂，所以这个朱砂这个朱红和这个玉器这个玛瑙和玉器上的白色配成了一个非常绚丽的这么一个画面。这是出土于 M26号墓的一套玉组配饰，这组玉饰以梯形牌为中心，玉牌的上下各连接有9条和11条串饰，每条串饰都以各式管珠、玛瑙管以及玉制管珠穿隙而成。正中间的梯形玉牌上雕琢有精美的纹饰，玉牌中间为兽面纹，四周装饰一圈龙纹，玉组配饰呈扇形展开，300多颗玉石历经2000多年光洁依旧。这件组器它的生活中的作用呢，应该有2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说古人女性在行动的时间呢，讲究环佩叮当吧，玉器的相互碰撞会发出很优雅的响声。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对古人也是一个监督作用，特别是在礼仪场合没有动作的时候，古人是绝对不能动的，所以是自我这个礼仪方面的一个监督性的一个作用。如此繁杂的构成，奢华的组合，让人不禁神往当年是何人才可以将其穿戴在身。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叹的是，这套玉组佩却并不是墓主人随葬玉器中最为华贵的。这是 M26号墓葬出土的另外一套玉组佩饰，整组玉佩由一件圆形玉佩、7件玉璜和727颗玛瑙珠串联而成，所以它还有另外一个霸气的名字，七皇连珠相饰。这套玉饰全长约105厘米，以青白色玉皇为主体，辅以红蓝二色珠管点缀其间，璀璨夺目。出土时从墓主人的颈部一直延续到膝盖处。这个七皇连珠现在能反映这么几个问题：第一，它可以反映墓主人这个基本这个等级。从目前国内来看的话，出这个七皇连珠的这个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不低于就是咱们所说这个诸侯这个等级。
第二个是由于他这个现场保存的这个状况这个比较好啊，咱们把这七矿连轴得以一个完整的这个复原，所以对咱们研究西周的礼制啊，这个意义比较重大。七件玉璜自上而下，大小递减，每件璜两端各有三个并排穿孔，用于穿腹连接。下端两璜是七璜中纹饰最为繁入精美的两件，通透的玉质上下各有首尾相向的龙纹，成型对开。龙身雕琢有羽纹以及龙鳞，但是原本龙首的位置却是一个五官清晰的人的头部。神人和龙凤是两周时期玉佩上最常见的纹饰和重要的崇拜物。古人把见到和想象到的生命浓缩成玉片，佩戴在身上，用来比喻君子的品格，用来象征女子美好的仪态。古人这个时候他讲的是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他日常他出来的时候他要带这些东西，他显示他贵族的身份，这是他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大型这些玉足佩这些佩戴啊，大概日常生活可能也不能老带着，一个生活不方便，这个带着也危险，所以现在一般认为啊，这大型足佩啊佩戴啊，主要是出席一些大型的一些仪式，他才佩戴。类似 M26号墓葬出土的大型足玉佩，在其他地区周代墓葬中多有出土。例如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就曾在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1号墓葬出土一件七璜连珠足玉佩，整体造型与梁代村 M26号墓葬出土的足玉佩极为相似。经过对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最终判断 M2001号墓葬的主人正是西周时期虢国的一位国君。从以往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其所佩祖佩的结构越复杂，长度越长。在三门峡虢国墓地中 M2001号墓葬的主人考证为虢国国君，是七顶大墓，所佩璜件数为七璜。这也印证了《周礼》中的记载，侯伯七命，其国家、公事、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虢国国君祖玉佩应当遵循的是侯伯七命之礼。那么造型相似的梁代村 M26号墓葬出土的七璜连珠祖玉佩，也绝不是普通人所能享用的饰品。这一组组精美的玉串饰显示着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状态。那么拥有甲字形的大墓，随葬五顶四簋， M26号墓葬的主人会有着怎样的身份呢？他与隔壁 M19号墓葬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的关系？26号墓出土的时候是五顶，19号墓出土的实际上是个三顶墓，这等于两个差了一级。尤其这个玉器的出土这个数量，还有这个祖佩，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配饰，数量多，质量高，19号无法比拟。尤其是这个提婴牌这个祖玉佩，还有七璜连珠祖玉佩，这两组祖玉佩，19号墓，可能想都不敢想。2005年8月，梁代村 M26号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已进入尾声。
就在考古队员以为墓葬的发现到此为止时，在清理棺内东北角的时候，他们竟然清理出了一件体型巨大的玉猪龙。这一意外的发现令现场所有人感到震惊。这个东西确实是有些突兀，这东西处理太冷不丁了，就是在华工队突然来了一个这么大一个玉猪龙，确实让人不好猜测，不好想象，因为这件东西本身属于红山文化这个东西，体量又比较大，制作的也是比较精美。这件玉猪龙长14.5厘米，宽10.8厘米，厚4.3厘米，为岫岩玉制，整体呈 C 型，首尾相接处的缺未完全断开，以阴线刻画出嘴、鼻、眼及面部皱褶，栩栩如生。这是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山时期的一件玉猪龙。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5000年。它的分布范围以西辽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为中心，分布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玉猪龙就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那么远在辽河流域的玉猪龙为何会出现在1000多千米外的黄河流域？而且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 M26号墓葬的主人又为何会将这件玉猪龙随自己下葬？瑞国布置河故，他得到这么一件东西，从他在墓葬里的随葬的位置看，他也视为珍宝，是财富的这个体现呢，还有对神奇崇拜的体现呢，可能都有这个意义。只不过这件东西传到这个瑞国这个时间，实际上已经又过了2000年。这2000年这个东西如何传播的？文化传播呀，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咱们现在已经不好推测。直到今天 ，M26号墓中玉猪龙的来历仍未有定论。孙炳军依然在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除了这件玉猪龙，梁代村 M26号墓葬中共出土玉器570件，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等级之高，在近年来国内商周时期考古中十分罕见。就在考古队员仔细查看清点这500多件玉器时，他们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些玉器中居然还有一些殷商时期的玉器。这是 M26号墓葬出土的一件玉漆形环，外径11.9厘米，厚0.5厘米，青玉质，微透明，做工精细。环形外侧两边各设有4个凸牙。整件玉器在 M26号墓葬出土的501件玉器中显得平平无奇，但是考古队员却在外环的立眼部发现刻有铭文。玉器上面有刻字的，整个这个时期比较少，啊，玉器上一般都很少有字，因为那个刻字一个是比较难，另外也没有这么一个传统，也没这么一个大的习俗，但是并不表明它没有。后来咱们清理到这么一个玉器本来是应该是个兵器，它现在做成这个玉器的时候，做成已经有点像接近于玉璧、玉环这么一个形状，基本圆形，旁边有一点的齿牙，然后在它这个边缘这个部分啊，这个圆面上，他刻了几个字，就是刻了这个小晨曦这么几个字。
意外出现的铭文让考古队员感到兴奋不已，疑问也随之而来，这段铭文有什么含义？考古队员不得不再次投身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多方查找后，他们终于在三门峡古古墓地的资料中找到了一件同样刻有小陈系字样的玉璧。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墓葬中出现刻有相同字样的器物？而且两处墓地相隔超100千米，这个小陈系到底是谁？第一是证明这个东西应该是商代的，因为小陈这个官名主要是在商代，就甲骨里面有很多甲骨出现过这个小陈。按照现在这个解释的话，这个小陈意思就是在商代时候应该是个比较高的一个官，他的官名叫小陈，所以小陈这个发现的话，和咱们梁寨村里面出土的商代的大玉阁那些东西，现在怀疑都是可能是跟这个灭商这个大的活动有关，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从商人手里面掠夺过来的。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殷商时期的玉漆形环，梁代村 M26号墓葬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与墓葬年代不符的玉器？考古队员们试图在青铜器上寻找更多的线索。这些被锈迹和泥土包裹着的青铜器中，可能还隐藏着更多秘密。就在他们清理掉青铜器上的泥土和锈迹时，竟然真的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 M26号墓葬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簋和青铜壶上发现了铭文，铭文的内容大体相似，众将作为桓公尊鼎。在这四种青铜礼器上都出现了众将和桓公的铭文，众将、桓公是谁？这个墓葬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从这个女性的配饰多、礼遇少这个特点来看，是个女性比较合理。更重要就是上面这个铭文，它这个器物很多器物上都出现了这个众将这俩字。那么众将现在从这字面解释的话，那众就是伯仲叔季的众，将可能反映就是姜姓国，就是可能来源一个山东的某一个姜姓国，他嫁在了芮国。那么这个众将又是谁呢？考古队员在《左传·桓公》中查到这样一段记载：公元前709年，一位叫芮姜的强势母亲，因为厌恶儿子宠幸的人太多，竟然将国君赶出国家。孙秉钧推断史书中记载的芮姜，极有可能就是铭文中的众姜。那么历史上也记载了一个芮姜，就嫁在了芮国，她叫芮姜。芮姜就是娘家是姜姓国，婆家是芮。这个芮姜呢，她是在公元前的这个700年多一点啊，和这个梁代村26号墓所出土的这个众姜墓铜器，因为它这些青铜器所代表的年代比较吻合，就是现在青铜器不能具体指到某一年，但指的一个时间段和历史上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吻合的。那么就是说这个26号墓的墓主人是众姜，也就是历史上所说那个芮姜。在芮国国君芮伯万被他的母亲芮姜驱逐后，芮国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左传桓公4年中记载，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此时芮国主政的就是芮姜，在他的统治下竟然打败了当时的虎狼之情，可见芮姜除了强势之外
还有着出色的政治头脑和过人的谋略胆识。芮伯万被出走以后，秦国跑过来为芮伯万出头，结果应该是派兵比较少，没有打赢。而且这个时候刚刚驱逐了国君，如果说是芮江呢要换国君的话，国政呢应该也是他来处理的。春战时期我们知道嘛，在祀与戎是国家的两项大权嘛。实际上从现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和史书记载啊，驱逐芮伯万，包括和秦国打仗，这他做到了在祀与戎。史书上虽只有寥寥数字，却给人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我们不仅看到芮国的一段动荡历史，也看到一位独具魅力的强势王后。仲姜在芮国拥有无上的地位和权势。M26号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鼎，也是一个重要证据。鼎上有铭文：“仲姜座为桓公尊鼎。”它是仲姜为祭祀自己的丈夫桓公所做的祭器。这个时期做这个祭器说的话，一般都是继承他父亲王位这个国君，他来做这个祭器，就整个的仪式由他来主导，就是由这个仲姜来主导。一个是反映仲姜地位的高，第二个可能是本身他也不合制度，制度要都是他的儿子来做，这也反映了宫廷内部可能一些斗争。就是从出土青铜器给芮桓公做祭器这么一个情况来看，这说明这个仲姜在这个国家地位可能是非常强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考古队员推测，当时的仲姜不仅可以指挥打败秦国的战争，甚至能够掌握国家的祭祀权，这更加说明他独一无二。一件件可称之为稀世之宝的器物，不断挑战着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的想象力。除了珍贵的庙堂礼器外，仲姜还把他生前使用过的一组青铜木器带入了墓中。这是一件 M26号墓葬出土的镂空青铜方盒，造型精美，盒盖呈覆斗形，盒身四壁直竖，盒体下面有四个虎形足，四足之间加有圆轮，盒盖和盒身均有镂空纹样，推测原有木质的盒身早已腐朽无存，其通高只有10.6厘米，长度也仅13.8厘米。这个呢就是一个香盒，咱们现在看的情况来看呢，它应该不是点燃香的，就是不点香的，它应该放的是冷香，放一些花瓣啊、香草啊，中国人一直喜用香，所以在这一历史时期呢，已经完整的体现了这种用香的一个贵族的一个生活状态。这种方盒形铜器之前较为少见，从已公开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以往类似器物的器主都是女性贵族。这件青铜小腹同样出自 M26号墓葬，设计更为精巧，顶部有半圆形的立耳，在耳顶端各有一个圆形的凸起，腹部内收有喇叭状的圈足，器身是有两组上下左右对称的人龙纹，龙舌下垂打破身体，通高只有6.6厘米。釜是草原民族的一种锅，
它有两耳可以吊起来烧，煮好了饭以后要拿在地下，所以它底下呢也有一个底座，它这个底座是非常小的，就是将将能把这个锅支撑在地面上。墓主人呢，就把它拿过来作为一个小的一个器物，应该是和他这个化妆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去来做分拣的这些，它一个小的器具好操作。青铜镂空方盒，青铜小腹，一件件精巧弄器的出现，为我们还原出一个爱美又讲究生活品质的王后仲姜。芮国作为周王朝的一个小诸侯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被世人所遗忘。然而随着十几年前的一次意外考古发掘，这个沉寂了2000多年的古国再次进入世人视野。2005年，考古队员在陕西省韩城市梁岱村发现一处两周时期的高等级墓地，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器物，令所有人兴奋的是，其中一座甲字形大墓 M26号墓葬没有被盗掘。这座华丽墓葬的主人是芮国一代国君芮桓公的妻子仲姜，和历史上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吻合的。那么就是说，这个26号墓的墓主人是仲姜，也就是历史上所说那个芮姜。这座被青铜器包围的墓葬中，先后出土玉器500余件。这些玉器包括大量的装饰品、祭祀礼器，以及雕工精细的动物和人物形象。M26号墓葬旁边是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中字形大墓，现场的种种证据表明，这里就是某一代芮公的埋身之处。27号墓规模巨大，所以对这个墓葬期待肯定是最大。就是很多这个墓地的一些关键性东西啊，节点性东西啊，应该在27能够得到一个最全面的或者最充分的反应。M27号墓是墓地中唯一一座双墓道大墓。在发掘M27号大墓时，考古队员发现墓主人以大量青铜礼器随葬，包括代表身份等级的7鼎6簋。但是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发现会再度刷新考古队员的认知。拿那个竹签一拨开，哎呀，金光闪闪的。实际上清到那个金的时候已经下班了，反正高兴的也不下班了，就在那一直这样清出来，所以照了一个刚开始照了一个比较原始的照片。有着如此丰厚陪葬的墓主，究竟是哪一代芮国国君呢？芮国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古国，用他们所创造且遗留至今的一件件器物，默默讲述着两周时期诸侯林立的大时代中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时间回到2005年9月中旬， M27号大墓的发掘已到了国版的位置。当考古队员们看到一块块腐朽的国板依然整齐地排列在椁室上时，领队孙炳军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M27号墓葬是一座未经盗扰的中字形大墓。随后，在 M27号墓道，像中国的中字一样，有两条墓道。墓葬规模大，墓室面积当然也大了。所以对这个墓葬期待肯定是最大，就是很多这个墓地的一些关键性东西啊，节点性东西啊，应该在27能够得到一个最全面的或者最充分的反应。最先认为这三座墓可能是一组，
这两个墓你想吧，都是这个女性啊，所以这27号墓认为这种墓啊肯定是男性。那么 M27号大墓中会不会出现代表男性身份的兵器？墓主人又是不是考古队员所推测的桓公？一切的问题都急需解决，但是几天下来，考古队员并没有什么重要发现。九月的韩城，天气炎热难耐，考古队员不得不一边按捺住夏日的烦躁，一边继续小心清理。几天过后，在椁室的东北角，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他们盼望已久的兵器。这件扇形琼钺，高23.1厘米，宽15厘米，钺身浮雕虎纹，以虎脊为刃，虎头下探，张口含琼，虎纹与钺形浑然一体，制作者以有力的线条凸现虎的利爪与巨口，使虎的凶猛与钺的锋势相得益彰。钺是商周时期众多青铜兵器中最具王者气质的一种，甚至汉字中的王字也是从甲骨文中的钺字演变而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西周时期诸侯国君墓葬出土的形态与纹饰各不相同的异形钺，可能既代表着不同的族群，也代表着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兵器的发现将 M27号墓主人的性别指向了男性。虽然梁代村 M27号墓葬出土的兵器并不多，只有5件青铜戈和1件青铜钺，但品相完好，铸造精良。即便深埋于地下近3000年，依然保持着锋利的刃口。不过，仅仅几件兵器还不足以证明墓主人的身份。孙秉钧期待着更多的发现。很快，考古队员在椁室南部清理出了2000余件青铜车马器，然后又在椁室的北部清理出了大量钺器以及一面漆木剑骨。当年拥有何种身份的人才能陪葬如此奢华的器物？出土的乐器呢几乎完备，这时候呢我们说礼乐制度的一个体现，在它的头顶部呢就是北端的出土了编钟、石磬的组合、剑骨、鼓，你像这些都是高等级乐器，编钟和石磬这个就是礼乐的最主要的乐器，还有古人在迎接这个最重要的客人之后采用两种，就是一个管乐，一个弦乐，所以在咱这个墓葬里面就是它体现了这种礼乐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体现。随着兵器、乐器和大量车马器的出土，有关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也越来越清晰，诸多线索都将墓主人的身份指向一代锐国的国君，但是此时依然缺乏确定性的证据来证实考古队员的猜测。此时时间已到了10月下旬，为了在入冬之前完成发掘工作，
考古队员们几乎日夜不停地轮流工作。几天的辛苦过后，在 M27号墓葬棺椁之间，考古队员清理出一组青铜礼器：鼎、簋、壶、尊。商周时期，为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制定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器物被赋予某种特殊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的藏礼于器。 M27号墓葬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印证了考古队员对墓主人身份的判断。这件出土于 M27号墓葬的青铜簋，器身纹饰极简，口沿下是一周重环纹及六周瓦楞纹，腹两侧皆有兽首环形耳，耳上兽首眼角清晰，兽首是罗簪形角，鼻上卷，造型憨态可掬。器身下有圈足，圈足下有三个兽首蹄状的小足，兽首盘角，小足伸出圈足，蹄足有五道阴线分成三指。这样精细的铸造，可以看出当时贵族对于礼制细节的追求。更为重要的是，器盖内有六字铭文：“瑞公作为吕簋”。那直接点名瑞公了，那这把墓主人是谁都给你讲清楚了，就是瑞公。瑞就是一个国家名字，公就表示他生前的级别。兵器的出现就表明这应该是个男性。尤其是这个瑞公这个铭文这个出现，那彻底就定死了，这座墓就是这个瑞公的大墓。所以这座墓墓主人的性别确定，虽然骨骼也是保存不行了，保存的也非常差了，通过骨骼也无法鉴定了。但是通过就是这上面说这几点，确定是这个瑞公的墓葬，是有唯一性的。在 M27号大墓中，仅出土的高等级青铜礼器就有22件。另外，在青铜鼎、簋、壶中，都发现铸有“瑞公作器”等铭文。更为重要的是，M27号大墓中出土了能与公这一等级身份相对应的7鼎6簋。综合 M27号墓葬发现的种种信息，孙秉钧判断，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仲江的丈夫，瑞国的一代国君瑞桓公。当这些器物被逐一从泥土中取出、清洗、修复，它们似乎从2000多年的沉睡中苏醒，展露出曾经的风姿。M27号墓葬出土的这件盖尊，通高88.6厘米，通体是云雷纹衬底，颈部装饰夔龙纹，腹部则为饕餮纹。与 M27号墓葬同出的其他青铜器大为不同。更引人注目的是，尊上配有一个器盖，盖顶竖立有四处矩形鸟，中间则为龟形铜片，造型独特。这是考古队员首次发现这种形式的带盖尊。除此之外，还有一件青铜器引起了领队孙秉钧的注意。这是一件提梁酉，通高32.8厘米，重6.295千克，长颈，盖顶铸十字形飞棱，中间盖钮为花蕾形状，
四周筑有四个花冠凤鸟纹围绕，盖沿是一圈龙纹与盖顶呼应，油体上则是长尾大凤鸟纹。这种装饰手法是西周早期铜器的典型特征。仅是棺椁之间就有如此发现，考古队员开始期待尚未揭开的棺椁之下，墓主人身边还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2005年10月25日， M27号大墓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棺室的发掘即将开始。由于棺板腐朽严重，考古队员只能用竹签一点点踢开，几天下来都没有什么重要发现。一连几个月的紧张工作，队员们感到有些劳累。当时其实出土那个金器的时候，我在那个墓里面，但是没在跟前清理。当时清理的时候，就别人就让我清到这以后，就比较神秘的让我来猜的，说你猜这墓里面还有啥？说让我猜几种，说你猜还有几种，你绝对没想到，没见过。我猜了两个，我说是，它就是一个铜，一个玉，它下面就是个金嘛，这是有金。过这一猜，他一般拿那个竹签一拨开，哎呀，金光闪闪的。考古队员轻轻一拨，原本不起眼的泥土中隐隐露出了一个小金角，在阳光下显得尤其耀眼。小心拨去泥土，一件金剑鞘和一件金环破土而出。这一重大发现令考古队员们既感到惊喜又觉得意外，因为商周时期金器尚未被大范围使用，此时的高等级墓葬中大多使用青铜器随葬，墓葬出金器的情况比较罕见。金器的发现把原本准备收工的考古队员们牢牢吸引住。实际上清到那个金器的时候已经下班了，反正高兴的也不下班了，就在那一直这样清出来，所以照了一个，刚开始照了一个比较原始的照片。再加那个金是黄色嘛，黄金不是氧化也非常慢嘛，再一个那个朱砂不是红色，好多玉器是白色，哎，所以那个三个颜色对比啊，还是现场看着还这个三色还非常的漂亮。经过清理，这件金剑鞘通长18.7厘米，宽4厘米。上面雕刻有镂空的龙纹，造型极为抽象。龙纹共分三组，最上面是一组面对面的侧面吐舌龙纹，中间的龙纹则是在第一组的基础上增加了龙角，这在以前出土的器物上很少见。与金剑鞘一起出土的是一把长29厘米、宽3.6厘米的玉剑，在剑体和剑柄相接处还雕刻有局部镂空的纹饰，剑柄外曾包裹有便于手握的材质。金剑鞘搭配玉剑，墓主人生前尽享荣光。更令考古队员意想不到的是，接下来金器居然一件接着一件的出现。金环、金尖饰、金炮、牛首衔环、金牌饰，考古队员竟然一共清理出48件金器。用考古队当时的话说，就是这是这一历史时期墓葬考古里面单个墓葬出的黄金数量最多的一次，一般这5-6件就了不得了，一次出土48件，就是一开棺就能看见，灯光一打以后就看见有金器，就是那个震惊度。
因为他的精气呢几乎就是从脖子这一块一直到膝盖的下部都有的。这些精气大部分都位于墓主人的躯体上，在金剑鞘附近散落着13件金环，其中有龙纹金环6件，龙纹镂空金环6件，龙纹方形金环1件。金环设计极为精巧，这13件金环每一个环上都有2条龙，龙眼圆睁，龙身缠身，2条龙首尾相连，以此构成转动不息的金环造型。由于金环出土的位置刚好在墓主人的腰部，所以考古队员推断，这13件金环应该是墓主人腰带上的挂件。方形金环在中间位置，其他12件金环则分别挂在2边。这是当时国内发现的数量最多也是最为完整的一套金腰饰。千百年后，连缀金环的腰带已经腐蚀不见，只余13件金环残留墓主腰间，标榜着主人品位的同时，也透露出显赫的地位。那么，为何一个在史书上只有寥寥几笔的小诸侯国国君，竟会以如此之多精美的金器随葬？后来也做了一些测试，看看一些微量元素啊和某些矿啊进行一个比对，但目前看呢，比对结果也不理想，所以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说清这些黄金它的来源。不管怎么说，这个梁代森金器目前还是国内发现的春秋早期这个时间出土最多的，因为1800多颗，所以数量比较多，种类比较丰富。从金器看，也反映这个瑞桓公这个时期啊，可能是在这个瑞国后期的阶段啊，桓公这个时期应该是国家最强盛的时期。据《益州书》卷6《释法解》记载，辟土扶远曰桓，桓意为开疆辟土。历史上多位文治武功表现出色的君主谥号都称为桓。 M27号墓无论是墓葬规模气势，还是大量奢侈精美的陪葬品，都表明这一代瑞公当政时瑞国国力较强。从墓中出土的金器来看，考古队员分析 M27号墓中陪葬玉器的数量应该也不会少于 M26号墓。经过清理，首先出土的依然是能显示墓主人身份的七黄连珠像饰。在墓主人腰部以下还出土了玉戈和玉琮，但接下来出土的玉器却并未像 M26号墓中那么丰富而奢华，仅出土了100余件玉器。这一结果大大出乎考古队员的预料。从这个咱目前发现的情况看啊，它的礼玉还是比较多，它的除了7个玉璧，它的有4个玉琮，4件那个大玉戈，就是从这个礼玉这个角度说，它这个数量已经达到了或者满足了它这个国君礼制上的要求。现在它的数量比较少的是啥？就是它的这个佩玉相对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从27号墓出土玉器来说，应该是不影响它这个地位，毕竟它礼玉多，本身就男性就是礼玉多，佩玉少。随着最后一件玉器提取完毕 ，M27号大墓的发掘工作已进入尾声。综合墓中出土的随葬器物，再从 M19、M26 和 M27号3座大墓的平面位置看，考古队员判断这2座甲字形大墓和1座中字形大墓
应该是瑞国国君与两位夫人的义学合葬墓。发掘至此，此前勘探出的四座大墓，只剩距离稍远的 M28 号墓葬尚未发掘。M28 号墓位于三座义学合葬墓东侧不足10米的位置。M28 号大墓的主人会是谁呢？他和桓公、仲江又有着怎样的关系？经过发掘，M28号墓形制规整，设有墓道，墓中葬有兵器和成组的乐器编钟，墓主人身份显然不低。随后，五顶四簋的出土，让考古队员推断，M28号大墓的主人可能也是一代瑞国国君。但是疑问也随之而来。按照当时瑞国的国历，国君应该享有七顶随葬，但为何 M28 号墓葬最后只随葬了五顶？而且随葬的这批青铜礼器都不是之前常见的实用器。第一个呢，就说明他生活中用的这些东西在减少，就是如果说是给他葬下去了，那些有些礼器就缺失了，所以就专门为他的这个去做一套用于下葬的东西。作为男性呢，也是作为国君级别的，他又享有礼乐的，但是他的就没有27号墓的这个筝啊、淳于啊这些少见的这些乐器。所以28号墓出土的情况来看，就是按照这一个等级应该配备的一些最低标准的一个体现。不仅是随葬青铜器与众不同，考古队员在 M28 号墓葬中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整座墓葬中竟然没有一件玉器随葬，这与旁边的三座大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M28 号墓主人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为何作为瑞国的一国之君，却没有随身携带一件玉器？让考古队员感到遗憾的是，M28 号墓出土的所有器物中都没有发现铭文，考古队员一时难以判断墓葬主人的真实身份。凝视着眼前一件件器物，M28号墓的种种异常状况，让孙炳军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大墓的主人或许就是那位生前因为品行不端，被母亲仲江驱逐出国的瑞国国君瑞国万，所以在死后他才不能配玉。28号墓这个出土物，它和前面的墓葬它有这么几个差异啊。第一，他要是作为国王的话，他要是享受七顶待遇，他现在实际上给他这个五顶，这个不符合当时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当时他应该是七顶，他是五顶。第二，这里面哈只有比较粗糙，这些器物做的也不精美，而且金玉器通通没有。所以从这个现象看，是不是就是这个瑞伯万出去的颠沛流离回来了以后，死了以后，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那个待遇？据史书记载，秦国折戟瑞国后，调转枪头，与周王室围攻魏国，将瑞伯万掳走。直到6年后，秦国内部政局不稳，才将瑞伯万送回了故乡。经过多年的人质生活、颠沛流离，瑞伯万随身佩戴的玉器因为不得已而散失。这也可能是 M28 号墓中没有玉器的一个原因。
至此，围绕着梁代村两周墓地的抢救性发掘基本结束。墓地主要位于梁代村北，占地约33万平方米，共发现两周墓葬1300余座，车马坑64座。考古队员对其中7座大墓及100余座中小型墓葬进行考古发掘，出土玉器、青铜器、陶器等各类文物20000余件。与此同时，考古队员还在墓地中清理出土了33例珍贵的人骨标本，他们被送往西北大学的实验室内，由专业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对人骨进行牙齿疾病和头骨创伤的观察，实验人员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和大胆的推测。这是梁代村 M18 墓葬的墓主人，他是一个30岁到35岁的一个男性，眉弓特别发达。在这粒头骨上，就是，他的额骨这部分呢，有可能是某一种工具造成的这种创伤，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创伤周围还没有完全被骨质吸收，就致他于死亡了，可能就是致死的原因之一。实验人员推断 M18号墓主人头骨的创伤很可能是由某种武器造成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两周时期瑞国的军事活动频繁。而且 M18号墓主人的股骨，也就是大腿骨比较发达，实验人员判断这可能与他生前的职业有关。在骨头的前面的这位置呢，多出了一个小的平面，这个小的平面呢，有可能跟这个人经常比如说骑马，有些文献中就把它称为是骑马人小平面。那在它的这个大转子小转子这中间这个位置，一般的我们叫它臀肌粗隆，但是这个位置已经不能称为粗隆了，应该说它第三转子已经形成了。但这种转子主要是跟它发达的臀肌有关系，所以呢，这一类个体啊，从它的年龄、从它的性别、从它的这个骨骼上的特征，有可能是一位战士、武士啊，就是跟职业的士兵、军人有关系，应该是金属的利刃造成的创伤，但是这个创伤并不致命，所以在它仍然活着健在的时候呢，创伤已经愈合了。这是一例典型的中年的女性，如果她是个战士，那么她在打仗的时候，她应该是跟敌对是面对面的，她的这个创伤不可能在枕骨后，几乎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倾向于这一例个体是不是被虐待造成的，有可能呢，最可能的虐待来自于家庭的内部。现代实验室内，考古队员通过病理学、体质人类学等研究，一个2000多年前的古国正在慢慢鲜活起来。但是，相关研究仍在继续，考古队员寻找古瑞国的步伐也从未停止。2018年2月14日，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游览其中，人们仍可以从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中，一窥当年古瑞国钟鸣鼎食、金玉璀璨的峥嵘岁月。史书记载，公元前640年。秦灭梁、瑞国历史自此画上了句号。据专家推测，瑞国国祚约有400年的历史，它在韩城存续的时间至少200年。这一段时间，约有7位瑞国国君埋葬于此。但在已发掘的墓葬中，能够确定诸侯身份的只有寥寥几位。那么，
其他的瑞国国君又被埋葬到哪里了呢？即便发掘工作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但是孙炳钧依然在寻找瑞国更多的踪迹。给你这么多年的考古工作，再结合着梁子尊后来的这个大规模的发掘，结合着咱们在对这个整个春宫这个剖面的这个墓葬的考古调查勘探，综合这些工作，现在我们以为春宫里面是不是还冲走了有规模比较大的墓，比如说有大墓甚至有中型墓，现在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春宫给咱们提供的信息也非常重要。根据周围钻探出的墓葬平面分布密度，孙炳钧推测整个冲沟区里至少有80余座墓都被大水冲走，其中或许就有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其他瑞国国君墓。古瑞国的兴衰成败，如今只能尘封在历史长河的记忆。